嘿，巴迪，我战友，我是战神瑞瑞。今天呢，也是 Anime 次元，说我要介绍一张卡，就是。上がれ、僕の分身。ブラスターブレード。ブラスターブレード V 版本。在动画里面呢、啊，怎么似曾相识啊？在那个动画，跟那原作和 B 版本都是差不多，雷同相似一点点吧，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好奇啊，为什么 IG 啊这样运气好啊，特地在 Great Two 啊抽到 Creep 马上就打赢 Great Three 啊，是编剧来帮他、啊，就连连啊也是打赢哦 ，Great Two 可以打赢 Great Three。这个卡出厂是在2018五月才开始，跟刚好是跟 Unite 一起了，也是一样。但是它复刻啊很多、哦、这个 button， 我相信你没有听过我的讲解吧？如果还没有了，请按按这个 button， 谢谢。由于它的家族啊，我不方便介绍，因为太多了，要讲效果，所以一个介绍了，一个介绍是 Blaster Dagi， 第二个 Blaster Javelin， 第三个。Blaster Repart 以及 Blaster Arrow， 还有一个很大力的啊，就是 Missile Royal Blaster。其实我上一集啊，我是敢不自己讲它的 Original 版本。如果想有兴趣讲这个 Original 版本的话，可以下方留言哦。好了，影片到尾了。如果你超越终极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 Like、Share 给我看。如果你是新来观众，请记得按 Subscribe。如果你是看了电影也上去，如果你是忘记我的影片，记得按门铃就可以了。放心，这个五百版本没有了。如果真的也是跟我讲，我用 CP 版本啊，那对战就可以了。那看完之后好不好？好了，等我们新一集吧，拜。